们假设的人物有有钱人、官员和学生。如果我是有钱，我会花钱买贝壳放生，然后还会花钱买寄居蟹放。然后官员的话，可以就是在他们要回去那个产垄，回去产垄的道路上，然后封锁，然后就是规定人民要那个就是用走的，就要小心不要去踩到他们。学生的话就是到了海边就是可以帮忙捡垃圾，然后不丢垃圾，然后就是不要捡贝壳，然后不要吃寄居蟹。然后就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钱人跟官员的共同点就是保护生态，然后就他们三个之间的共同点有很多，就是不要去抓他们，然后不要去吃，然后不要捡贝壳，然后就是可以帮忙就是买几只，然后放生。